艾希成功地杀死了崔宁，挡在他前方的敌人又少了一个。艾希向前方走去，达哈尔，灭世的恶魔，犹大的又一个帮凶。艾希是第一次见如此凶残的敌人，艾希。 艾希终于来到了这里，是时候结束了。前面就是犹大，那邪恶的魔鬼，灭世的恶魔。艾希准备好了，要完成他最终的使命。艾希终于要开始他最后的战斗了。 Thank you.
犹大终于死了，他的目标达成，城市的曙光逐渐升起。对于迷城来说，他终于获得了自由。而我们的艾希呢？他会等待他的下一个心事。没错，就像他这次的旅途一样，他一定会再一次出现在你的眼前。是的，艾希的使命远未结束。Thank you.